是您欣赏相声《鼠来宝》，表演者靳鹤兰、朱鹤松。谢谢您啊，谢谢各位这么热情的掌声，谢谢。谢谢。前面听都挺热闹的，到我们哥俩一上来就停电了啊！刚才这个刘春山老师，合作伙伴叫冯一凯，表演这个自己这个新作品吧，叫《去说天津话》，说得非常的搞笑。因为这个春山老师天津人，对，尤其像我们德云五对天津娃娃还挺多的，包括我们哥俩，包括张鹤晴，都是天津娃娃。是，哎，天津人呢，对于这个相声啊，也有自己的这个幽默的感。尤其像在现在都说天津曲艺之乡，是，哎，各种曲艺形式啊，这个百花齐放。哎，包括相声啊、舞曲啊、戏曲啊，相对而言的比较多，应有尽有。哎，慢慢到北京了呢，相声这个行业呢，现在更好，对吧？有各大的这种曲艺形式，包括这个喜剧的、幽默的，包括二人转呐、啊，包括脱口秀啊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好。大家伙呢，在众多的这么多的喜剧形式当中呢，选择了相声，说明什么呀？喜欢相声这个行业，这是相声的知音呢、啊、对了，听相声啊就图个放松，对，开心，花钱不多，找乐不少，多高兴，放松放松心情。哎，因为现在的人们呀，说白了这几年的压力太大了，尤其工作的压力更大，每天的生活状态也是千篇一律，吃饭睡觉上班下班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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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班死了压力太大了，对吧？听相声就是放松心情，哎，来这开开心心的。我们哥俩呢，也不是说明星大腕，好多朋友也不太熟悉。是，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，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。不要不要啊！强扭的瓜不甜，不时接来之时，不乐意就甭补了，都挺累的啊！要那么点掌声比要钱都难。这是我搭档。好多朋友呢对他有一定的认知度，姓朱，叫朱鹤松。不认识吗？就认识捧哏的呀。对，这逗哏的现在这么没有存在感吗？好歹咱也属于站在外边的个露腿人呢。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，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。朱鹤松，再见，给你们包饺子去。看得出来，大伙儿喜欢他。现在好多捧哏演员呢，确实比逗哏还火啊，包括这个。这是我们德云社来说呀，也算优秀的捧哏演员，还得努力学习相声。尤其在德云五队当中啊，说白了，前面那些捧哏演员呢，在我心中都不如他。是吗？对了，在我心目中啊，咱不能非得说啊，概括了别人都这么想，咱不敢说。在我心中，这捧哏最优秀。谢谢。你甭客气呀，一场搭档，我不捧您，谁捧您呢？对吧？德云社这么多优秀的相声演员了。您说别的可能捧哏的好多演员并不熟，是观众并不了解，不知道这人是谁，但是您不一样，不仅现状观众喜欢您，好多演员都喜欢您。德云社好多优秀的相声演员都希望能够跟他一块合作，就真的啊，你们可能不了解，可能对我们内部情况不熟悉。德云社有一个青年相声演员叫张九龄，现在呢，人家是德云九队的队长。之前呢，我们都在一个队伍里当中，德云五队。那阵儿啊，有机会，终于呢，能在一个队伍里合作演出。张九龄看了他的艺术，折服了。哎呀，就觉得朱鹤松的艺术就是这个份儿。有一天真的要能跟朱鹤松合作，死都能瞑目了。哎，终于在人家那个东北长春。俩人合作了三五场，那效果真的爆棚啊，爆笑长春。抖音上经常刷那个小视频，说实在话太优秀，乐得我鼻涕泡都出来了。
合作三五场，张九龄特别开心，回到了北京，退出了德云五队，当队长了啊，越来越好了。包括岳云鹏，岳老师，岳云鹏在各大的这个综艺平台、电视上、网络上公开说过，就喜欢朱鹤松，希望有一天能跟朱鹤松一块同台表演，同台献艺。哎，岳云鹏这么大的明星都说过这个话，自从说完这句话，再也没见过岳云鹏。太忙了，对，确实都比较忙碌。哎，变相的说明啊，您在这些演员心中啊也是优秀。哎，就是他们对我的爱护，对吧？您相声演员，你看观众喜欢，其实有时容易。嗯，要是让演员也喜欢这个呢？对，因为演员互相瞧不上，没有人会觉得给这个演员说的，哎呀，都是这些什么玩意儿啊？他会说相声的吗？都是这种评价。怎么难得了？相声演员说这个演员不错，证明幽默感跟别人不一样哦，有独到之处。哎，这个很了不起了。你包括郭老师，我师父，这也少有的，那位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好多的演员都说郭老师相声说的优秀，那肯定好啊。尤其在我心中吧，对吧？你包括这么多年，从过去到现在。郭老师在我心中排第一位，哦，很优秀，太厉害了，说学逗唱样样精通，那是一代名师啊。不是因为咱是他徒弟啊，对吧？不是说因为我是肛门弟子，过奖成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是因为我是郭门弟子，咱捧他，他确实会得多，对吧？你相声、古曲、戏曲。评书、影视都涉足了，只要是挣钱的买卖，没有这不干的。但你想干，你得会。他会。对，你不是说每个相声演员都能涉猎这么多。那可不。对，大部分的演员只会说相声，嗯，人家都能来，他是一个多面手。但是咱话也得说回来，人无完人。金无足赤，郭老师就这么完美吗？也不是这么完美，就没有缺陷吗？有什么缺陷呢？对吧？你郭老师来说吧，他肯定也有不足的地方。那肯定的呀，对吧？没有一个人你说的一点缺点没有了，对吧？特别的完美，达不到。就说曲艺形式当中，他也有不会。什么呀？你比方说啊，快板儿。他不会，不会啊！你各大的那个电视啊、小剧场演出，你看他什么时候，对吧？打个快板给大伙儿唱两句，对吧？少之又少，还真是几乎没看见过。他不敢打，为什么呀？一打露馅了。我以为他害怕快板呢。哎，我怕什么呀？板有刀啊。害怕，他害怕让观众看出来，原来他就不会这玩意儿。完了，露馅了。对了。丢人了，有点丢人了。对，所以都不展示。哎，这就是他的缺点。嗯，哎，欠缺的东西。但是咱身为徒弟，我希望我师父是完美。嗯，我希望大家伙对他认知度就比较全面，什么都能来。所以身为徒弟，得弥补上他的不足的点。这什么意思呀？就是他不会啊，咱得会。他不会，你会。对了，他都不会。你怎么能会呢？这叫什么话？你跟谁学呀？就得跟他学吗？还能在哪儿学呀？上网学呀。上网学？那你多余拜他为师说相声。那我不拜他，我没办法来德云社了。天资还挺聪慧呀。咱在学校去。哦，在学校那个快板大学。人瞧得起我啊。快板大学，技校，那个大快板配有大学吗？在哪儿学的呀？在天津，在天津那个快板学校里边，那个快板啊，单独快板都不配有学校。那在哪学？你倒是说呀，知道吗？在这个有一个天津有一个北方曲校，在那儿教快板，在那儿学相声啊，在那儿学相声，跟快板有关系吗？我问您在哪儿学的快板？你这么动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干嘛呀？学这门怕我去呀？
说呀，在哪儿学的？你告诉我们。在那学快板，不是说这个学校只教快板，它主要的课程是相声，就什么都教，除了相声也教别的。对了，所以你们都是多面手。你可以这么理解，有这个相声班啊，快板班啊，古曲班哦，戏曲班。对吗？还有那个好多乐器班，啊，对对对，包括主持人啊，都有，什么都有。对了，有尽有，只要你花钱，哎，想学什么，我们这儿都有。你得是曲艺啊，对对对，那肯定得。对，断桥旅、雅不盼，我们那也没有。听说这是职校，这是。对吧？我这都是艺术院校。只要是艺术门类的，我们这学校都强。您学的挺好的，我主修是快板。主修是快板。对了，辅修是相声。哦，主修快板。哎，跟着好多老先生一块学习快板艺术。那您太厉害了呀！那是啊。那您在这展示展示啊！展示展示，展示展示，咱不能光说呀。来吧，光说不练嘴把是吧？对呀。哎，展示展示这个快板的技能。快把你的乐器拿上来呀！太好了，来这么多热情的观众，哎，不要再藏着掖着了。来，主持人，把这乐器拿上来，快。来，把咱这马头琴拿上来。马头琴不知道在哪儿吗？马头琴不在马头的吗？来，拿上来，骑着它上来。你是不是有自闭症啊？你玩呢？还把乐器？你看主持人理你吗？你不是把你的乐器拿出来，你展示吗？这快板这俩字不点题吗？你怎么能想到马头琴呢？那是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快板啊，那么什么？钢琴？哪里往上背呀？快往上来！多大的板儿啊？是快板，我他妈床板儿。我不知道你这尺寸。能多大尺寸呢？拿出来，在一米八的。在哪儿了？我躺着。等我死了，你送我。拿出来，行吗？给我烧了去。别藏着了，拿呀。不就在桌子上了吗？你早说。你但凡低头就看见了。原来是他呀！我滚！这人这还像是英明相声演员了啊，一点幽默都不懂。我带干不干，我也干这么多年了，我都不知道哪是快板。对吧？别玩笑，开小玩笑，这又不乐意了，这不是这个吗？又不乐意了，还真是幽默。脸素了啊，不逗了啊，直接拿起来，来。你说我运用的什么排除法？这三样都是玩笑，其实是这个。这个，哎呀，不是这个吗？就那么几样东西，来吧，接着，哎，别瞎说，人家那都两个，你这怎么是一个呀？快板是俩手打的，对呀，可以拿起来。对对对，哦，是两个了吧？把这个插到了这个上面，哎，还真厉害！来，好吧，来来，让我们瞧瞧快板，来给你展示展示这个技能。我们瞧瞧，打两下，给你瞧一瞧。来，好，怎么样？说打两下就打两下，没有杂音儿。对，多打一点儿。来，打拳子，打拳，打拳子，给你打上一套的。继承回来不用继承了啊，这门艺术已经2300多年了，不需要再继承了，让它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吧。
那我花那么多钱学他干嘛呀？是不是就你一个人进那个学校呀？不是，咱学这个不就是为了以后展示用的吗？不用展示，这太老，这没什么意思啊。你以为他这么容易吗？这怎么这有什么难的呀？这玩意儿我都不稀得猫这个东西，这你这上面应该都是大肠杆菌吧？怎么阿莫西林？你还摸了它？这个东西呀、啊，我们打小就学，光打那都不叫能耐，还能吃它。这哪是大熊猫？他妈吃了我还能拉出来呢，还能干嘛呀？这个能干什么？这个能干嘛呀？能干能唱能干嘛呀？唱的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能干嘛？给你看个嗓子眼儿，给你们做活活给你。那拿这个器官唱吗？那不也得配着他吗？拿他抽他，这就是过去长腿用的。能打的能唱，唱的那怎么没什么意思啊？我都知道这个段子，这个段子真的啊，知道快板有多少段吗？多少段？700多段，我都会，我都会。快板多少段？700多段，我相声都没那么多段，快板有。对呀、啊，有新的。对呀、啊，新的也听过。他都会，没有我不会的。我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唱快板的时候，哎，还是很久以前了。我以为你这多能耐呢，我这不很久以前了。好多段都了解，就没有我不会的，不要再我就随便唱一段，你就不会。哈哈哈！哎，你要死了呀你！干嘛呀这？会出病了？我抒发一下我的情绪呀。你来点破分怎么样？抒发情绪嘛。我就不信我会这些段子，你都会。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哪一段。嘴里有一个小鸟啊。哪段？哪段？你得出声儿，有声音呀、啊！你不一张嘴就会吗？你有声音啊，你得喉发声啊！哪段？有点字儿好不好？有点汉字，有个汉字也行。我说的是哪段？怎么哪段都能？我说的是，你不知道？你得唱出一句来，我就能给你接出下句了。我唱上句能接下句，太对了。听着，一个字就得接上。数九寒天冷风嗖，整年来春打六九头。正月十五龙灯会，有一对狮子滚绣球。三月三，王宝年。18愁绕口令，太老了，这个节目，这个节目老的比你姥姥都老啊，我都敢老啊。一上来为什么唱那么基础的段子？为什么呀？给你个面子，给我了一个右脸，对吗？舞台上咱不干那个撅人的事儿。好好好，一上来我直接唱一段，你就没听过，来吹半天牛700多段，头一段你就不会，来一段。对，我一会儿你气性大，后台你就撒马桶里你死了。没那么大气性，对吗？我们这对你，我这跟你这对我有感恩的心，不用直接上那个厉害，那个顶呱呱，给你换一个 VIP 的那个。倍儿完赛的那种，来，给你换一段，听这个。同仁堂，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。行了，我都不稀得接一个下句儿，你这他妈说相声怎么这么爱唱人同仁堂呢？怎么？这不上来就同仁堂吗？就得借饼儿，借饼儿，哎，借饼儿。对呀，你唱的这有什么意思呀？唱多少年了？唱好几百年了吧？你唱一麦当劳都对得起快板儿。唱一同仁堂跟唱一麦当劳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区别？哎呦，就同仁堂那词儿我会，那麦当劳我不会。太老，我换一个新的行不行？我不要求你说多新多新啊，咱就1956年之后的作品，就算新作品了，行不行？就57年开始，听着唱。再给你个面子，谢谢谢谢啊。没面子了，行吗？现在咱们得有面子了，没有了。哎，拿撕了，好好，拿撕了。听这段，这段唱出来你就不会了。好好，你绝对就没听过。我先听。
你绝对就不了解，怎么那么拼呢？这火山爆发，天地动，什么中国人民大革命啊！千里的雷，万里的电，本来旧的世道要改变。黄河长江滚滚的流，滚的流，这么老死人民叫抬头，革命的火。25000李长征啊，我就说别唱别唱，我给你个面子，非得唱唱来。这人你是这样，就别唱了。你平时你交朋友吗？我交朋友。你会交朋友吗？会交朋友。台上一点面没有。不是，您这都是我前面我给你俩面子了，就不能给我个面子？都是老节目，太老了。老新的我会吗？这三段我都背了多久你知道吗？你不会就展示点别的不就完了吗？这个东西你会就会，对不对？你好歹给我面子，你假装来，这我又不会了，没听过了。我好歹我在学校上了几年，学了几年快板，这钱我算没白花，这弄得我跟傻子似的。那这样你再展示一个，我就说啊，我不会，好厉害，我也要学。再展示一个你就不会了，再来再来我就不会了，我也不会了啊。上了3年学仨段子怎么着？挺厉害的，挺厉害的，不错啊。这钱你得这么想，这钱你不花那儿你也得花这医院去。去了吗呀？我就说呀，这个钱花的挺值，一技傍身很厉害。我最主要的，我学的时候不是光背段子，还学习。我学的是那种老年间的即兴的，是吗？对了，哇，这我都不会，我都没听说过。哇，真的好厉害呀！观众鼓掌，让他来一个怎么样呢？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在你拿行为上你在侮辱我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哎呀，真是！你现在这状态，你真的你在打我的脸呢！这真是快板的声势，你们赶上了呀！来吧，快点吧，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哇，闻所未闻啊！呜、哦！不是，现在你这状态弄得我跟个傻子似的，我这。哎，什么叫即兴发挥呀？你解释解释。为什么我要继承这个东西？为什么呀？它有一定道理啊。知道上快板的过去干什么的吗？干什么的呀？要饭的。哇，不知道。哇，你就跟个低能儿似的，现在。就这么夸张？这不是吗？居然是要饭的。过去他虽然是要饭的，你别瞧不起他。他不像现在的马路边，哎，沿街乞讨那些。这些你比较缺胳膊断腿到你这儿了，找你要钱，大爷大奶奶喊着你，跪着求你，你可能兴许你就不给他，我就不理他。但是只要看见是唱快板的，过去叫唱数来宝的，就得给钱。哇，见着了就得给钱。他能耐是吗？他就靠这个挣钱。哎呦，不是随便来的。哎呀，求求您给点钱吧，就赏你。没有，靠手艺挣钱。嗨，这能有什么能耐呀？不就给人唱烦了，然后人家实在不想听了，给点钱赶紧离开。什么叫唱烦了？我告诉你，就这么跟你说吧，360行看见什么你得唱什么，什么都能唱。你干什么买卖，咱就得唱什么买卖，不是到那光吉祥话，不是光那个。这唱数来宝的是没遇见我，遇见你怎么了？绝对不会从我手里拿走一分钱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我没有一分钱。那你就多给一点。有多少钱不给他，就从我手里他就拿不走。那你是真的没碰见过唱的？那你是不知道我的外号。你什么外号？从来不给唱数来宝钱的男人。现在这外号都这么长吗？今天我就把你口袋里那点钱唱到我口袋里边来啊，唱不过来我都算不上跨世纪的新一盖可以。哎，那来一回来呀。行吗？你就来一个买卖店老板。好，可以啊。
你来那大掌柜的，我是来一个大掌柜，我就来沿街乞讨唱那数来宝的。好，到你这你得给我钱，能来一回呀？来吧。呕！这叫唤什么呀？起初用这个呕吓我一跳，对吗？不是，我的胆子很大，哈哈，计划落空了。戏做的挺足，怎么这么多戏呢你？这个戏精啊！呕什么呀？跟着唱这个人一上来都得呕，这叫叫板，明白吗？呕叫板。两次板，好、哦，他非常喜欢叫板。哦，牛什么呀？叫起来没完了，想词儿吗？哦，打竹板儿，紧接来，一街两巷好买卖，也有买也有卖，也有那幌子和招牌，金招牌银招牌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，这个写特别减价大正彩，这个写了个白送一天。也来我也来，那个大掌柜的发了财，掌柜的发财我沾光，五个星球来拜吧，一拜君二拜神三拜掌柜大量人，人量大海量宽，那刘备老爷坐西川，西川坐下了汉刘备，保驾的神三千岁，这个人又高马又大，抱头还眼把胡子扎，夏侯杰落了马，桃子一见也害怕，我在前面拐了弯，我扭过回头拜对家，我拜了他不拜你，你说傻子没道理。这位掌柜的真不错，他站在门口一劲的乐，您把这个铜板给几个，我拿回家去好治饿。哎，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家吗？哦，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，您这个字号认不清。认不清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您说吧，我这是切面铺。哦，打竹板的卖大布，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，您老这个棺材真正好，一盆大一盆小，装着死人跑不了，装着活人受不了，当着病人好不了。我这是切面铺，我唱的棺材铺。你不觉得棺材铺比切面铺好吗？我这是切面铺，有词儿就唱。别唱那个玩意儿，切面铺不如棺材铺。那现在棺材挣钱，那你就上那边唱去。不要乐观，你好像没远点，我们这是卖切面。切面现在一年你能吃几次了？我这不切面吃几次面？我面条吗？对呀，切面那玩意儿挣钱吗？那面不挣钱，你不得切吗？你卖的手工啊？对呀，你听我的，棺材比那个还挣钱。不挑，有词就唱，没词滚。往这过这里越远越好，限你30秒，从这里出去，不然我就要呕吐到你的脚上。你这得转了、哎。有词吗？非切面铺。对。好、哦，打出板儿迈大步，掌柜的开了个棺切面铺。棺切面铺。切面铺，顾名思义得卖切面，卖切面就有很多种，有那种宽条的、细条的、分条的、扁条的，不太贵，有人特别爱吃打卤面、炸酱面、西红柿鸡蛋面、尖椒茄子面，爱吃什么面就吃些什么面，先煮面放锅里放点水，煮上两摊儿，再倒点水，等开锅捞出来放碗里，浇上卤，带点蒜，特别好吃。我祝掌柜的大发财。不容易吧？太厉害了，观众听完了一头雾水。
关键的公道怎么做法程序我都给你说出来了。没本没眼没辙没韵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，都躲开了，知道多难吗？多难吗？能都躲开，师傅一句就有本有眼了。对，你得有本有眼有辙有韵啊。有板有眼有辙有韵，那么咱也会。你来呀，对吧？背上你点钱，让你唱有板有眼有辙有韵的，没什么难度。来来来，贴面铺嘛，不就是？贴面铺，耍大刀，生日满月用得着，要桌面，净桌面，活出来一个蛋，赶出来一大便，切出来一条线，下到锅里腾腾转，一人吃半斤。算一算怎么算不上来，你混蛋，你混蛋，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赶这折，这什么折？这是人钱啊，人钱嘛，算一算算人钱，算不上来赶一混蛋。我这赶一这什么折？这就赶上这个了。啊、这能赶一这折？我换买卖了，我因为一个折就换了，换买卖了这回，气性那么大，对对对，换了换买卖，那就换吧。其实那个就不该开，对，本身不挣钱，你换就对了。好，我打出板儿迈大步，掌柜的又开棺材铺，您老这棺材真正好，一头大，一头小。别又开，压根儿我也没开呀。对呀、啊，弥补那个遗憾。不行，这回我呀卖冰棍儿，卖什么？都进酒了啊。这日子卖冰棍儿，卖冰棍儿，谁还吃冰棍儿？你别管他谁吃，卖冰棍儿。这日子头儿，哈根达斯卖冰棍儿，你卖你爸挣钱都多了。还这天儿的卖冰棍儿，这天儿才吃冰棍儿呢。这天谁没这吃冰棍儿啊？你热呀，心火旺啊，就是指着这冰棍儿往下砸，这心火了。你这个冰棍儿，你专门卖冰棍儿，他也不挣钱呢。不为了挣钱，就为了制作的快乐。知道吗？就是为了不想让我们家冰箱闲下来。拿冰箱做冰棍啊？应该是拿烤箱，对不对？对，滚！臭撒手太薄的，这个臭说相声的，我怎么卖冰棍的？卖冰，你说臭卖冰棍的，你说呀，卖冰棍的，就一个卖冰棍的吗？对呀。买冰棍也行，好打竹板儿，他真有趣儿。大掌柜的卖冰棍儿，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，一头大一头小。您说这不是冰棍儿，这是冰棺，那是。冰棺你要吗？不要。降心火。不要。糖里边透心灵。不要。心飞扬。不要。那是雪碧。就必须有冰棍。不是，你看一头大一头小，咱过去老年间那个模具只有那个，那是他们家的模具。你们家呢？一头小一头大。不是，我们家就是一个整个一个冰箱，撩开了把水倒进去，冻成一个大拉吧，然后再拿你卖的是吗？刨冰。再拿锯拉呀，拉成一块一块的。你卖的就是冰吗？卖的是一个功夫钱。就是拿个棍儿冻的水，行吧，反正就非得卖那个冰棍儿。就卖冰棍儿，打竹板儿真有趣儿。那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，您这个冰棍儿讲卫生，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。这词儿不错啊，这行吗？有点儿好词儿，比那个强吧？顶呱呱的，强点就强点啊！您这个冰棍儿讲卫生，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。词儿不错。您这个冰棍儿讲卫生，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。好词儿。您这个冰棍儿讲卫生，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。学我吗？词儿好，不能翻来覆去的唱。唱了这个想后边，不要再想了，唱到我们发起。吃冰棍儿，吃冰棍儿，大掌柜的吃冰棍儿。嘿，你上来我先吃了三根冰棍儿。吃冰棍儿，把茶沏，喝茶一会儿就拉稀。再吃一根拉的还狠。吃冰棍儿，拿起来瞧，有橘子、小豆和香蕉，材料好，质量高，不怕晒，不怕烤，放到火里化不了。冰棍儿。
我唱这个词，你离我远这么远干嘛？滚！我滚！我来想到，这个臭上手来跑去，我门口气什么？你滚！不是，这不是赖我，赖我，赖我，这回确实赖我了。我换白了。不是，我为什么这么唱啊？我想表达的就是你的冰棍不容易化。换埋汰了，不行，别想这个了啊！谢谢你，我换埋汰了。谢谢，换吧，别拿了。我换埋汰了，别拿了，别拿了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好，打竹板的迈大步，掌柜的再开棺材铺，你老的棺材真正好，一头大一头小，装着死人不着不离。又开了一个洗澡堂，你别看这玩意儿啊！听我的，你就开这个棺材铺，不行不行，棺材不好，棺材棺材棺搞发财。不要说这个吉利花，不要说棺材棺材不好，我干棺材不好的，有事儿吗？棺材铺里事儿我少，洗澡你少我受了吗？我们就是洗澡堂，非得换洗澡堂，行，洗头房吧，啊，好洗头房，有灯光，外边粉，里边黄，拉着姑娘就上，不能烫了。太危险了，这别看兄弟，我没看，别看，不是不是，这个不行，那个我这是洗澡堂，对，洗澡堂洗头一个意思，对，你的顾客只会是说相声，谁说的呀？所以你别开这个，谁我凭什么棺材开这个？我这个买卖就一溜水果子在那洗澡和洗堂，这个包我觉得比铁棍好。洗澡的地儿，洗澡，我爱洗澡，满身泡泡，就在这洗澡的忙啊，对，我爱洗澡，衣服好好，对对对对对，不是洗澡的地儿，洗澡的地儿，洗浴中心的地儿，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对对啊，你觉得这个会比棺材不好吗？好啊，肯定好啊，会比这个好，对，这起码很温暖，你进炉子吃也温暖，有词吗？好打桌板儿走光芒，掌柜的开了洗澡堂，您那个堂子真正好，一头大一头小，你自己觉得合适差点，差点意思啊，换换换，您那个堂子讲卫生，那真是开水白糖更成冰，澡洗得很甜蜜，越洗越黏糊，开了个洗澡堂，您这个堂子讲卫生，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，这词儿好啊，要洗澡进门来，鼻子香手巾白，大毛巾围裆高，就是不把脑袋高，有温水有热水，越泡越美直咧嘴，有一个老头六十八，泡在池子笑哈哈的，头就晕眼又花，吧唧摔了大马趴，一阵往外撒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晕堂子，哎，唱的太美了，有这种吗？哦，老头啊好泡澡，泡着泡着有个那个这个气温啊压力啊，压的血压上来了，喘不来气儿，唱的确实不错，嗯，词儿还真好，这个好了，我必须要打赏你，好不好？打赏这个词儿用的好，我必须要做你的点关注榜一大哥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榜一大哥，我必须得给你拿钱，给，我必须给你拿五分钱，好不好？多少？五分。你别你不是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现在身上没有，一会儿你如果回家我去找我舅吧，然后我找这他要一个劲儿，把那个劲儿一拆开一打开，你就有一五分钱，我把它给你，把什么拆开劲儿，我不要了，我你要我走，我走行吗？我舅，我想换个买卖家，舅舅家里有俩件儿，我拿出来一个，然后他还留这个东西叫件儿，我们叫件儿，你说我件儿，然后我把这个好不好？给你那个件儿，哎，咱不差钱啊，你是不差钱，咱是不是差钱的人，五分钱拿回家去送给你的老爸妈刮痧，好不好？我们也装一个件儿，对对吧？确实五分钱给我，你也不疼不痒的，对，我就跟个傻子似的唱半天，挣这五分钱刮痧用，不是，那我这边够干嘛的？你想干嘛？买别墅，我有吗？买不买别墅，你怎么也得多给点，多给点，现在给要饭的，你打不要饭的分给五分的，给点吃的钱，要钱，对了，要钱要钱要钱，你得唱到我心缝里去吧，
给你大这词儿都没唱到心味儿吗？你得唱到我心，我好，我有好事儿啊。你唱着我这好事，你这个人，就你这个人性，还能有什么好事？我有好事，我结婚啊。你还能结婚？我怎么不能结婚？你牵手行吗？不行，我必须结婚。我结婚，结婚这是喜事儿。你给我唱点好词儿行吗？这个五分打发不了我，这我必须得给你发一个66.66的大红包。行行吗？行，图个吉利，必须66.66给我啊！恭喜一声，别跟我打过，你们非不要不行啊！凭什么不要我就掉脸啊？我生气了，哼。这66.66都靠我一直一直挣来的。对呀，你就唱着我结婚的好词。结婚，结婚，你唱好词，行了吧？好，打出板，这个迈大步，大掌柜娶媳妇。什么叫媳妇？你什么叫媳妇啊？媳妇吗？那为什么叫媳妇呢？就是走走个大折嘛。不要这个大折。就赶上那个不行大哥，我说你换不就完了？好打竹板儿，真有本儿。大掌柜娶媳妇儿，不要。小哲，不要小哲。换。打竹板儿想换啦？这个大掌柜的你娶吗？我娶你回吗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我娶妈呀？不是娶妈，我天津人。嗯，不对，大掌柜的，你娶妈？不行，我不要天津方言，不要这个。来的巧，来的妙，掌柜的结婚我来到。这好，这行吗？这行。掌柜的结婚我来到，这亲戚朋友把礼到，这后边跟着八抬轿，八抬轿抬进门，伴娘过来。一倒就倒这个喜桌前呢，有一对喜蜡分左右，喜字香炉摆在中间，拜罢了地，拜罢了天，拜罢了天地，拜祖先，拜罢了祖先，拜高堂，夫妻就拜入洞房了。好，您老入洞房真正好，一会儿大买一会儿小。在咳嗽，我也纳闷，我就当时就不应该报这个节目。这属于带病坚持工作，现在你也有点囊囊鼻了。不是，我这是感冒。你比我还危险。我已经第三期了。这个咳嗽呀，这太难受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尤其唱这个的时候，一边唱一边想咳嗽，还得压抑这咳嗽的感觉。哎，确实啊，可能这个整体的。感触吧，观众朋友的听感不是这么完美，挺搞笑的，挺搞笑的，又让你笑话。没有，观众笑没笑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笑了，就因为他们没笑，所以你才笑的。挺好笑，对，数来宝，这个呢确实是传统节目。对了，但是也说有一点没错，就是过去老年间呢，好多这个老的艺人们，确实靠这个手艺，就是生。对呀，人能活着，这玩意儿活着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就证明挺难的。这是七片竹子就能活下来。别小看这个，过去的艺人比咱们有厉害多了。那真是顶呱呱呀！我们是背好了词儿，哎，人家真是即兴演出。那可不嘛，对吧？看见什么你真得唱什么，沿街乞讨，慢慢的随着过去老艺人们把这个。门艺术啊，带上了更大的舞台，高雅的殿堂。对了，过去你说看这就能看玩意儿，玩意儿，现在就是什么艺术？哎，你瞧瞧，好多演员呢也得掌握，确实老传统东西不能丢弃，得继承下来，得掌握这些东西。当然不仅说快板啊、相声，一些传统的曲艺，包括戏曲、古曲，好多演员我觉得也得掌握一些。那肯定的呀。对吧？你像郭老师，郭老师喜欢唱戏，哎，包括这个剧场，这是三庆园剧场，对，德云社有个麒麟剧社，哎，麒麟嘛，大麒麟，对，在这演出，对，对吧？这个平时啊，有人唱戏，唱的京剧，评戏，对，对吧？都跟着一块儿表演，在这儿唱，对吧？你像我们这
徒弟们来说呢，也得学习师傅这种兴趣。你也喜欢戏曲？我喜欢。哎呦，好了不得呀！不知道嗓子行不行啊？啊，但是我爱唱。他喜欢，他好家伙，他可了不得。对了，喜欢什么呀？啊，唱旦角。旦角，哎，了不得了，那真是好不好有一比呀、啊！比出何来？非常厉害的男人。也没有什么比较，非常厉害。哎，那个旦角过去讲究就是四大名旦，四大名旦，这好多朋友都了解，听说过。哎，梅上成荀，四个流派。梅呢是梅艳芳，梅兰芳，梅兰，对，梅兰芳。上呢是尚小菊，尚小云。成呢，程砚秋，荀慧生。哎，你都知道，咱了解哈，我可是老听旦角唱的男人了。你是老旦了，对呀、啊，老旦了。那个旦角啊，旦角里我最喜欢的派的人叫荀派，爱听荀派，内行啊，内行。干嘛呀？四大名旦，再听这个，这主要是内行了、啊，这一听就是老京剧。爱听荀派。荀派呢最喜欢有一个曲目叫《红娘》。哎呦，这好，这真是你是孩子，你太会听戏了。你这哪这么多废话呀？在这那碎溜的话不够你说的，细溜话这是我就说真是您是行家呀，听戏就听这个核心的呀，真是你必须得找那个精彩的桥段。这真是戏胆，不能叫精彩，这是戏胆啊。京剧就靠这一咕噜了，叫戏胡吗？戏胡啊，不是不得脆了吗？是得脆。这就喜欢这个红娘。哎，但是呢，今天啊来到这剧场，咱给大伙唱一回，唱一回。我就奔着您这红娘来的。红娘呢，咱唱一个小曲子。太好了，哪个哥？就是红娘啊，跟张生见崔英的那个什么、啊？就是那俩人那个是吧？那是那个。来吧，来这个，但是这是两个人表演啊，两个人来，再上来一个人，快，人不知道在哪儿呢，码头呢，都在码头呢，上来吧，来，上来，你上来呀，一个人呀，都聋了，看这个气死，行，我咱俩合作行不行？行，你得参与参与，我太爱听音乐了，你来领红娘。我来那个张生，我别来红，我来不了红娘了。我长得我你小红人啊？不是，我是爱听旦角，我唱不了旦角啊。哎呦，那您的意思？对，我来个小生，好不好？哟呵，还真叫小生，太好了！我去这，我去，哎，不是有话没话？完了，行，我来个红娘，你来个张生，我来张生。知道这出戏讲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故事。中间这个桥段讲的是什么呀？说这个张生啊跟崔莺莺幽会哦，你呢到了这个我这个府里边了，我身为红娘啊，保媒拉线的，我得带着你去见这个崔莺莺，但是人府里人可太多了，对呀，我要被发现了他们就得弄死我。对了，当时我就想了一个主意，找了一个棋盘啊，哎，你呢就躲在我这个棋盘底下掩着你的身子，哦，我就把你带到崔莺莺的屋里，我就等于是你帮我藏起来，我就进去了。对了，没问题呀、啊。这出戏演的时候呢、你就得一直躲在我这个棋盘底下，没有问题啊，不能被人发现。哎、我太了解，用你就豪华这矮子步，小矮子，哦、矮脚怪，土行孙，对吧？哪那么多词儿啊？还真行，这行啊，能走，能走啊。这叫矮的步啊，还不矮吗？还想多矮啊？是真的矮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矮的步你差不多呀、啊、就藏在这个后面藏在底下，行，明白了，行吧，来你也藏着来啊，给藏好了啊，藏好不能被发现的啊。哎，咱现在咱试试藏的，一二一六，是听我的好啊，你叫张
还是斗牛。